撞他。因为怕你飞进去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在外面都不能飞啊。他不会飞进，应该是说没有，他有一个范围，哪有？你是说基隆吗？啊？云山。哦啊。台二塔。不是那个附近，就他有一个范围啊，他就是他们的法规是，就那个范围不能飞，但是范围的边边你就可以随便飞的。就它有一个虚拟的一个圈圈范围是你不能飞。